我们这一组的独唱代表是周深。你前面每次独唱请教，你都失败了。我不想让别人失望，他们再给我一个机会去给他们一个交代，所以我可以输，但是我想让我的兄弟们赢。累又都累，哈哈。都放大招了啊！请接受你们的席位建议。下一场的演唱舞台将会是出品人和各位首次同台合作。哇！你们可以各自选择一位出品人作为你们的合作搭档。那么我们选择是。啊！你竟然这么对我的老师，待会儿这个不录了。